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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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今天大家亲临现场。其实今天不到现场来，在我们的网络直播里面也可以看到。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刚开演之前就是30多万，在收视。现在我相信已经很多了。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会，因为是一个纪念音乐会，向大师致敬，朋友们作品专场音乐会。在测试排练中呢，大家都非常辛苦。其实我们排的时间并不长，4天半时间。4天半对一个年轻的乐团，刚刚才2年多一点点时间，2年1个月嘛，这样一个新的乐团演奏彭大师的作品是需要挑战的。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有这个勇气来演出吗？因为我们向广播民族乐团，也就是彭大师的乐团，接了26位还是27位啊？我的，来参加我。我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乐团如果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保留曲目，没有了他这个乐团的固有的风格，这个乐团就会失去很多的，给我们留下来很多很多传承的东西。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像其他很多优秀的乐团一样，严格的按照这种，继承传统，然后推广，然后传承，一代一代一代的往下去传承。今天这些作品呢，当然我们只是演了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的经典。彭彦文大师一生创作了太多的作品，将来我们会陆续给大家介绍。没有彭彦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或者说没有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他在这个领域里边给我们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也是以管弦命名，所以我们也是沿着彭彦文他的这样一种对民族管弦化的尝试探索。我知道他一生创作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作品，但是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研究了大量的西方音乐、外国交响乐，包括很多的一些序曲，包括很多的甚至一些非常现代的一些曲子，他都把它移植成、改编成、创作成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当时我听说，我没有跟他有过这样一个，很遗憾，就是说我在我还没有指挥这个民族管弦乐的时候呢，我对民族管弦乐这个圈子是非常不了解的，所以我根本那时候我不知道彭彦文是谁，我不知道。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好在我通过他的作品已经完全的了解了彭彦文他这对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热爱和探索。他就说过一句话，对中国对西方音乐的这样一种移植、改编、创作，它不是完全的移植，它里边有创作的。我们知道它改编一个非常著名之一了，就是图画展览会，就是穆苏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我们知道那一开始是小号吹，对吧？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谁能想到他竟然用扬琴来代替小号？很多人以为那肯定是给唢呐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个创作，它不是纯粹的移植。所以他说过一句话，我改编大量的西方的音乐不是为了我们要去演奏西方音乐，而是我们来探索我们的中国的乐器能够走得多远，它的潜力能够上升到多少，这样为后人、为后面的作曲家能够提高更多的创作的空间。我觉得他太有远见了。事实上他这句话真的是鼓舞了我们，而且很多的当代的作曲家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写得特别特别的难，已经远远超越西洋的管弦乐器的难度，太难了。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演奏的《干将莫邪》《四季流言》，以及很多很多的作品，太难了，简直太难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乐器真的是也在改革，也在变化。今天非常高兴的是，他的女儿也在我们的乐队里面拉大提琴，彭虹。谢谢彭虹，这次也是给我们提供了所有的手稿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也知道他爸爸的作品也刚刚开始出版，这样非常好，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就不用再去对谱子，这次排练也对谱子也对得很辛苦。
因为版本太多了，原来的手稿也看不清楚了，很吃力，所以我们一直在改错音，一直在改谱的。可能到今天晚上为止，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个别的错音啊。当时在指挥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他那个原稿，因为看不清楚了，所以这真是很珍贵的，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非常好。今天我请所有的广播的艺术家们，请大家站起来给大家见面。啊，你不行。好，谢谢。所以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今天演奏彭大师的作品，他们给我们太多的帮助和太多的指导，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音乐没有传统啊，可能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也是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吧？好，最后给大家加演一首你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但是只有广播才喜欢这样演的一首。画好，thank you.